是要用这机会哦，当恭喜咱竹塘乡农会哦，荣获我们农委会的第二届全国十大绿色照护优良典范的潜力奖，好，先鼓励一下。咱农山吼，咱的这个产增哦，即卖也是讲严重的人老化哈。那政府呢，为了推动我们的长照，那用绿色来照顾概念来推动我们农村高龄者的一个这个服务哦。那在这边先恭喜竹塘啊，我在这边也要谢谢我们这个乡长跟我们主席哦，对于县政府一直在推动的关怀据点也不遗余力哈。那也要谢谢我们义工委员在中央。那不断的把我们在地方面对的一些问题能够及时的向中央反映，那、也协助我们争取。那底下嘛，爱特别这个啊、感谢哈、我们这个26乡镇农会，大家真的都非常的卯足实力哈、那再把我们农产品不断的行销，县府也用一个共通的品牌彰化优先哦。那我这边也要谢谢我们青农，真的也回来了非常多，从我过去担任县长一开始的1300个，到现在2000多。那也跟大家报告，现在我们的智慧农业也希望大家那个补助多来善用哦，因为我们知道老化确实需要吸引更多年轻人，所以希望更多年轻人回来聪明的来做我们的智慧农业，那相信会有不一样的这个部分的这个啊、收益哈。百年哦，咱农会非常不简单。对过去无的时阵啊，咱伊既是为民国哦，早年开始创会到现在，哦，啊，去咱今日哦，今天最主要还不是在咱的办咱的百年庆典，哦，因为咱今天只是100周年庆一个系列活动之一。哦啊，当然，照着今日哦，虽然咱的这场无遮大，但是咱看起来，哦，咱的咧品尝也非常丰富，哦，所以讲我今天咱有足侪乡亲哦来遮，甲咱做这品尝，哦，因为咱竹塘乡农会吼，会使讲，哇，一直以来吼，咱是以，哦，这代会使讲我以米为最主要的主轴，哦啊，当然米哦，从这几年中间嘛，互咱推出咱的一个哦小有名气。好、哦，阿同咱农会吼，同、今日吼、最主要咱有啥物办这个哇？好、竹塘面立里乡找回村民的人，好、主要是讲哇，都只下咱乡就有讲，啊，咱副乡长讲吼，咱有几下位都有讲过，吼、咱的张总干事嘛讲，因咱台湾人即马食米的哪样哪少，